来分享一个十字交叉物体的捆绑方法。首先呢，我们用平解接绳结先把这个给它接起来。大家看，这是一个非常牢固的平解接绳结。接好之后，我们这样打一个十字，打好这个十字之后，把这个物体这放在这个十字上。大家看，放在这，然后把后方的绳圈这样从这个绳圈中穿过来，穿过来来呢，我们这样再反过来，反回来，反回来之后，我们把这个主绳放在这个绳圈下方，这样，然后提起来。提起来，我们整理一下，整理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整理好的效果，非常的给力。